跟我说你就会回来的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湘云姐，真的是纪录保持者，哇，拿到这座，真的不知道怎么说才好，因为这个真的是太意外了，因为其实真的竞争是很激烈的，你懂，我们的演员都是非常资深，而且是很棒的演员。每回我看他们的演出，我都会被吸引的坐下来。那我觉得是很幸运之神，真的是谢谢。是，那我们的湘云姐是以你的世界我们懂这部剧，所以你觉得你现在的心情，你会想帮谁加加油这样吗？你是说其他演员吗？其实我觉得奖项，其实我觉得我们演员都很用功的，真的，我看到他们的努力跟付出，我们常坐在一起说，只有我们懂我们的苦。真的，我们很苦，我们的苦你们不了解，所以每个演员的付出我们都要给他们肯定，但是运气在于刚才我的台词，你想到你要得到，你不是每个人能够拿到可以发挥跟让大家共鸣的角色，所以都希望他们能够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。是，我知道湘云姐刚刚提到说这个当演员真的很不容易，那我们这次你看我们最受欢迎前列腺有这么多都是新的演员们哦，有没有什么激励人心的话想对我们新一辈的演员们说说看，对我们鼓励他们一下，对不对？鼓励一下我们。其实我觉得你们都很棒，因为现在时代不一样了，你们要在社交媒体啊跟在演艺事业上啊取得一个平衡不容易的，所以你们要用功，比我们更用功，因为我们以前只用专注做一件事情，把戏演好，把歌唱好，现在你们还要在社交媒体交出亮眼成绩，所以你们都要加油。谢谢湘云姐，谢谢姐，再次的恭喜你，再次恭喜你。